大家好，我是小球庄娟英，我们现在正在新北市的海岸拍摄 Buster 的 MV， 然后今天呢，我是扮演一个秘密搜集的使者，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看到这个 MV 的话，会发现就是我跟一个女主角非常密切的一些关系。搜集秘密这件事情，它其实是中立的一个角色，就是我希望我张开耳朵，然后来听你分享事情，但是你可以选择要分享或是不分享。然后在这一支 MV 里面，我们有特地用一个玫瑰花，红色的玫瑰花，它其实比较像是代表就是炙热的爱啊，或者是关于比较可能是血腥的，或者是它比较像是热情等等等之类的意思。然后导演是希望就是在这个里头，他可以传达这样子的意念。我也觉得《巴斯特耳朵》这一首歌，它其实是在讲述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寻找一个最好的耳朵。什么叫做最好的耳朵？有可能是倾听你所有开心的事情，但也有可能是倾听你最伤心或是最痛苦的事情。不知道什么样子才是你最好的耳朵。水再上来一点，画面应该会再更漂亮，但我也不知道，很想看成品。大家记得要看巴斯特过来，其他的也不要错过。却不能说，不能说，只管你却不能说，只管你却不能说，只管你却不能说。不知道他到底藏了什么样的秘密在里头，感觉是很不想说。外遇有会到那么的那个吗？